毕鹏，起立。老师，起立，站起来！太不像话了！你，还有你，站起来！老师。 蓝静辉也没交手机，啊？什么时候收的？我压根不知道。赶紧交上来！根本不知道。你别装了，学校这么多年规矩，你能不知道？我真行了，你们几个人的名字啊，我都记下了，回头我就告诉张主任，自己想想该怎么办吧。听见没？先坐下吧，抓紧时间答卷，其他同学不要受影响啊。 我说毕鹏，干嘛挺无耻的？不要交头接耳了。上课。 同学们，期中考试的成绩大家都看到了吧？嗯，看到了。这次有几个同学进步非常大啊，特别是肖小桦、李若思，还有蓝静辉。哇，小意思。 我们班整体排名也有很大的提高，大家都非常不错啊。方老师，你有奖励吗？有。什么？送你们一人一套真题测试。是的。集结了我多年来的学习经验以及教学精华，希望你们可以认真对待，好吗？让我张树。陈璐阳，发下去。 谢谢方老师，这次不错啊，有进步，才前进了50名，要不我闹肚子，还能更多。是吗？这不是。蓝静辉，你放学以后去一趟主任办公室，老师们有事找你。没问题。方老师太低调了，当全班面表扬还不够，还私底下夸夸。 各位家长先看一下试卷，我呢有件事情跟各位反映一下。我们这次考试，这几位同学带了手机进考场，有互传答案的嫌疑，所以呢，请各位家长今天过来，我们沟通一下，看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。 主任，我们家我一回去一定好好教育他，赶紧跟主任错。主任，我错了，我保证不会又下次了。对不起，主任，我们错了。对不起，主任。既然你们都承认了，哎，不是，主任，他为什么叫我？我没作弊啊，我是忘交手机了。你考试你拿手机干什么呀？不是作弊是什么呀？我还纳闷呢，这回数学怎么考这么好？赶紧承认错误。不是，我数学考得好怎么了？ 我前两天做初中竞赛题，我拿满分。行行行，别瞎编，还初中？你怎么不把小学毕业证拿出来呢？男子汉大丈夫，敢做就得敢当。不信我？你怎么让我相信你啊？平时都是倒数第一，这回我考这么好，现在手机在这儿，试卷也在这儿，还能冤枉你了？蓝先生，您先冷静一下。 既然你们几个都承认错误，那我就宣布一下校方的处罚决定：这几门考试成绩全部取消。不是，为什么要取消？我难得就考好了这么一次吧。我这说话，你别插嘴。
我考好了就是抄的，我干什么都是倒数第一，什么？那我还缺什么？ 是严父慈母，但是其实别人说应该是严母慈父。你们三位分别觉得自己是哪种类型的妈妈？我觉得我应该是孩子很喜欢的妈妈。你唠叨吗？就还好。但我觉得他自己的事情啊，还有……还知道回来？ 干嘛去了？干嘛去了？啊！我跟你说话吧，听见没？我听见了。你今天在学校什么态度啊？ 我跟你说啊，这几天我要出差，你给我老老实实的，别闯祸。等我出差回来了，我再解决你的事。吼什么吼啊？有话不能好好说啊？小辉，没事了，咱们吃饭。不想吃。小辉。 是谁在篮球场奔跑青春？是谁在课本里翻动年轮？是谁在一张张试卷推敲着答案？怀疑过人和人有不同的天分？是谁在单车上惊慌失态？ 是谁在开始点名啊？林峰，到。陈露阳，我在。肖小画，到。蓝静辉，蓝静辉人呢？老师，蓝静辉都没来学校呢。没来学校？嗯，太不像话。马一鸣，到。徐超，到。徐梦雨。 蓝静辉。
来吗？我给你带早饭。渣渣辉，这几天食堂有炸鸡，你再不来可就吃不到了。辉哥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篮球队不能没有你啊。你们知不知道蓝鲸会要被开除了？真的假的？真的，陶哥作弊！不可能，我辉哥不可能被开除的。怎么不可能？刚才李若思说的那些，他哪样不沾？身为学生，他的首要任务还是要好好学习。他这样真的很危险。是啊。对啊。啊！他是你们的同学吗？你们也太冷血了吧！我只是担心他。你先担心好你自己。不行，我要去把蓝鲸辉给劝回来。我要去给他买好吃的，我要每天去他家给他送早餐。小花，你这样有用吗？我，林动，你有办法吗？对啊，林动，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？这样，你们先别着急，我去找一下方老师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现在是这样，他们班主任呢，包括我们教务处所有老师，都在联系他，但是联系不上，啊，你呢，你先别着急，好吧？你在外地，你根本就帮不上忙。等我找到了，有消息我联系你，挂了啊。你说这孩子气性那么大呀？作弊有理，作弊可以不来上课。主任。这事现在还没查清楚呢，万一是咱们错怪他了呢？怎么就错怪他了呀？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呀？蓝景辉、林东这俩孩子给我盯死了，盯紧了。是我这事没办好，赶紧打电话找人家。